新的冰柜。这个洗衣机其实还蛮贵下来，因为是 10.5 kg 的。然后我们又买了一个风扇呢，一马力的冷气 inverter 啦，要比较省电一点，因为自己出来住了哦，什么都要省啦。老板娘，其实你有没有算过啊？我们这次哦，我们搬过来啊，总共花了多少钱？看不到哦，你看这些山寨东西就花了220块半。我们的床呢，1320，还有一些看不到的费用，就是比如说租金、水电费，然后我们因为我们租到的屋子是没有 filter 的，突然间停水。一开水就黄了嘛，那个水，所以外面又要装着一个 filter， 还没有那个。我们还有很多没有买的，就是 vacuum 哦，干爹有吗？干爹。我觉得最大的开销哦是租金那一边，因为租金我们必须要给他3个月押金，还有1个月的租金，所以我们一来到一住在那边，我们就给了4个月。4个月那个屋子还没有洗衣机、冰柜，洗衣机是必需品，所以我们必须要买。冰柜我们可能买了食物也是必需品，我们要把食物藏在冰箱里面比较耐久。然后最重要，身为一个专业的 YouTuber， 必须要有 WiFi， 所以我家里是没有 UniFi， 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又要再申请电脑桌、沙发，还有椅子一些家具。我这样子看啦，至少我就已经去掉了3万块。我们的那个沙发呢是用 beanbag， 没有电视机。我一共买6张，它是分开买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保护层，再加上它的外壳，然后它的那个里面一粒一粒，你要另外买，你知道吗？400多块啊。这400多块不是买我们聊天吹水听八卦，我知道。我们要开张洗衣机啊，没有错的话是差不多2700块。2700块什么概念呢 ？Turbo ball bearing 一粒。哇塞！要 baby steam care， 它开始转了。My God。啊 ，GT3582 ball bearing， 身后这一个冰柜呢，它没有很大啦，其实，但是我们坚持买这个 inverter， 因为它有五星就证明说比较省电。这一粒冰柜呢，没有错是1500令吉。Y 箱的车要 convert to auto 了，所以这个是你们最后一面呢，看到它是手压的啦 ，auto pre。现在我自己一个人出来打包吃东西，然后我还要找一个有 WiFi、okay? 有 UniFi 的地方 upload 我的 video。 我昨天试了用我的手机的 data 来 upload video， 结果发现是不能够的。那个师傅来这一边修了一点点的漏水，因为屋子有些地方会漏水，然后他们也还没有解决啦，所以现在解决了一些水龙头的漏水之后呢，屋子基本上还是存在有一点点的小问题啦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基本上是还 OK 啦。我现在完全是没有用 WES， 我真的是有一点点 loss 啦，不知道要去哪里吃，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打包，是完全一个无头苍蝇一样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。欢迎来到其他人的地方生活。我们来到 Lotus 这个大卖场哦，它有一点点像 Costco， 哎，不是 Costco 了，给 Costco。对，我们买了550块，66。哇，所以 ，Yeah， lucky number。哇，这个很特别，这样子小小店小小店的哦，每个都不一样的价钱，所以这个它是一样一样算的。如果你没有钱，不是？你可以加一个白饭2块钱，再加一个菜2块钱，啊，这个2块钱，啊，这个加这个就可以吃5块钱一餐了，不错。
我在 KL 终于找到省钱的吃法了啦。现在逛街回来了啦，我们买了这个放东西的架子，等下又要去装，然后我们就暂时买了一个这个桌子啦，二手买的，1块钱罢了。那就是这些零食啊，可乐包啊，冰柜有灯的嘞，冰箱很空啦。要 sponsor 的厂家可以 sponsor 我们，看我们楼上。哎弟，什么都没有的嘞。地板呢、有时候很多灰尘啊，还有那个声音这样子啊。哦，但是我听人讲那种不干净的哦。这个我们还没有试过，吸尘机又跟朋友借的，所以今天呢，就其实叮叮咚咚花了1000多块了哈，没有看到东西的，暂时吃饭的桌子哈，有这种抽屉的 design 啊。哦，其实是二手买的。就刚好便宜买到的，我们会好好利用这个桌子来吃东西。这个就是我们159块买的这个架子铁架，这里加了脸，开心一点嘞。来，我们1点多可以去见他们，结果现在。结果5点半才见到他们。GYX 过来。从家里7点出发，到这里差不多7点了，12个小时才到。哇，这个值得被记录。去外国了。飞人工来了，带他参观一下。Yes， 我们终于可以有一张很像样的桌子来吃饭。没有的话我们就是在地板吃很可怜耶。Yes， 这个就是我们990块所买的饭厅座。那我们这个除了有4张椅子它还有一个长凳所以而且。它是蛮 solid 的。当然这些是我们自己买的啦，所以我们的花费又再加多一个990块的午餐。你看我们要吃这个东西，2菜1饭一个水，每天都可以这样子吃我。我们回到家，突然间看到一个大大包的东西，原来是我们 Shopee 买的东西，因为在西马买 Shopee 阿基实在是快来玩香香蹭 WiFi。在小欧巴的背下，我们本来蹭吃的，结果太慢了，吃完了。那我们还要跟 Darren 拜年喂。Darren 要给他送红包对啊！你不去给他拜年，讲啥 ？Darren，OK。这个搬家整个过程非常的顺利，在这边再次感谢我 KL Selangor 的那些朋友义务的帮我们搬家，帮我们组装东西打扫。其实有些人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在沙拉瓦MIVI 会要搬来 KL 这边大费周章，要花这么多钱搬来一个你知道吗，就是我人生地不熟的地方。其实就是因为我有很多一个机会我都失去了啦，比如说有大公司他们开张要找我过去，一个礼拜前才通知我的那一种，我都没有办法出席。我们都已经推掉了很多工作，多数的工作老实讲了都是在西马比较多，沙拉瓦真的是比较少机会啦，必须要在这边生活下去，因为这边机会比较多。随便算了，租金、家私、家电、运输，比如说我的车寄过来，还有买一些吃的零零碎碎东西我总共最少。老是花了40000块搬来这一边，我觉得这样子看起来，目前最高的花费就是这一边的租金了，因为这边的租金我必须要给4个月我才能够搬进来。接下来我的家其实就是要装那些 StreamMix 网际网络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呢是没有办法上网，所以我。必须要到我的朋友的家去上载上传我的影片。再次要感谢 Y 香也不好意思每次去他的家蹭 WiFi， 还有谢谢 Adren， 还有跟他的KK， 就是来帮我们收拾。我们也是在近期内会进行其他的 project， 我很期待未来我不知道我们未来会是怎样的，希望干爹们我已经在西马了啦 OK。要的话可以找我 ，OK。东马的呢，其实也不用怕了，因为我近期其实还是会回去如果要找我们也是可以，因为我们更熟东马，我是不是？总之呢你们叫到我 He 微信呢我一定到的 ，OK。我们下一集见。